两辆车子互不相让，接着旁边开着本田轿车的男司机突然亮出大马护照，把护照当王牌，硬硬插队。马辛迪尔通道自上个月发生女子以肉身挡车、拆车牌砸挡风车镜的事件后，周六六号又闹出风波，这回是护照哥引起热议。被大骂在大塞车的马辛第二通道，不但没有开启讯号灯就插队，还嚣张地摇下车窗出示大马护照，要后方司机让路，行径犹如野蛮路霸。而护照哥在成功插队后，还一度下车展示车子的大马注册车牌，并指着自己的手机，疑似暗示后方司机他已经拍下司机的照片。在行车记录器画面上传到社交媒体后，大批网民纷纷谴责护照哥态度嚣张，高举护照的行为就好像在向后方司机出示红卡。不过一名疑似护照哥的网民就跳出来解释，说自己有打开讯号灯，还说是因为通关处规定大马车辆必须开在右边车道，他才会伸出手举起护照，想要为自己喊冤。但护照哥又顺势批评后方女子没有礼让精神，还飙骂脏话，就不知道这样的辩白方式会不会继续点燃战火了。